中班第五组，组员有刘永元、林建志、宋志贤、李冠明。你们坐的是哪个钟？非洲。那有哪些国家？那你们要介绍给我们非洲有哪些？那边。好，那去拿另外一张地图。那这张也可以拿着。地图放在这张的上面就好了。啊。这张对，这样子。对，拿起来就好。对。嗯。那脸要露出来一点，放低一点。嗯，好，介绍有哪些国家？非洲。非洲有阿尔及利亚、安哥拉、贝南、波达纳、布吉纳法索、普隆蒂、特曼尼、维德甲、加纳、中非、查德、葛摩、民主刚果。象牙海岸、吉布地、埃及、几内亚比索、赤道几内亚、厄立垂亚、肯亚、玛丽、伊索比亚。马拉威、卢安达、索马利亚、狮子山、流尼汪、奈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、多哥、毛利塔尼亚、南非、斯瓦季兰、苏丹、莫桑比克、塞提尔、坦桑尼亚、摩西里斯、塞纳加尔。嗯，这里面的国旗，你们觉得哪个国旗最难画？肯亚的国旗啊。嗯。如果我把每一个，我把你们写的中文字都遮起来，只有给你们看国旗，你们认不认得出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？我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可以认，然后寒假的时候可以练习看看。来，我们现在换到下一张，你们做了两张海报，现在这一张还是有非洲的大地图，对不对？你们介绍非洲各地的风光，有谁可以跟我讲你们这上面有哪些名胜古迹呀？啊，有哪些名胜古迹？谁来跟我讲有哪些名胜古迹？好吧。嗯。埃及金字塔。嗯。还有人面狮身像。埃及金字塔人面狮身像。还有哪些？你还有航空母舰穿越苏伊士运河的图哦。我是在网络上找到的。网络上找到的，金字塔你还有很多照片。有红金字塔，还有美杜姆金字塔。对。还有卡夫拉斯金字塔及人面狮人像。哪一个金字塔是最大的？金字塔最大的，这个吧。那个是哪一个金字塔？卡夫拉金字塔。卡夫拉金字塔，你这上面除了金字塔以外，还有哪些动物啊？我看到你们好像有很多动物的。斑马，非洲象。非洲象。还有豹。这个好像猎豹。猎豹。还有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对。那你们好像还有南非，好像还有什么？好望角。好望角，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？
好好想，在以前还没有做苏伊士运河之前，所有欧洲的船只要到中国的话，要从好望角绕过好望角才可以直接到中国。对，好远啊！现在所以后来有了什么以后才不用绕大圈圈。后来有了苏伊士运河之后才不用绕大圈圈。我看到你们下面还有南非有很多什么矿产？金矿。金矿啊！在南非产金矿跟钻石啊！你们会不会想要到南非去采金矿跟钻石啊？有一点，但是在很深的地方啊。你们这一组有没有谁要跟我讲你们这次做完这个海报有什么心得？来，作文第一名来讲。对，作文第一名比较好。第三名呢、啊？第三名来讲。来，你们这组有第一名也有第三名嘛、啊，都很厉害。要不哪一个要讲？做完这个海报，让我获取非常多的知识，也让我认识了非洲很多的国家。你们这组还有找到很丰富的资料啊，冠名有提供很好的书啊，来，冠名要不要讲一些心得？好害羞，哎，你也要讲一些。哎，你们两个帅哥有没有心得？随便讲一点吧。没有。好，非洲，你们觉得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有的地方有沙漠。有的哦，很好，有的地方有沙漠，我们台湾没有沙漠。还有呢？还有动物。金字塔。那动物美观到那个动物园。它好像是超级动物园啊，很多动物台湾都没有的。然后可以挖金矿，还可以挖金矿，哇，你好聪明哦。对，还可以观赏瀑布，还可以观赏很大的维多利亚瀑布啊，还可以观赏动物啊，还有很多野生动物，很好玩啊。有机会你们要不要去非洲玩？那太远了。不一定，以后你们可以当到非洲的外交官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比较远还是会做。哎，你们这一次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你们觉得你们这个作业要给自己几分？不知道，这是你想的。先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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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